哎，小慧，有什么事吗？任总，这个月的奖金我就不要了，能不能不要扣我工资呀？扣工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再说了，公司给你发的奖金，你为什么不要呀？小慧，你别着急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贾经理他。贾经理啊，什么事儿？我这个月奖金是不是在您这儿领呀？你一个臭保洁还想领奖金，想的倒挺美。任总不是说这个月奖金每个人都有吗？是，任总是说过，但是他可没跟我说过你们这些臭保洁也有奖金了。贾经理，你看不起谁呢？你说谁是臭保洁？吵什么吵呀，你居然敢顶撞领导，这个月的工资再扣你1000。动什么动，我看你这个月的工资是不是不想要了。哇，居然会有这种事。小慧你放心，工资一分都不会少，奖金也会有的。谢谢谢谢任总。不用谢，小慧你先忙，我现在就去处理这个事。你现在就到贾经理来我办公室。好的，任总。静。任总，你找我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咱们公司这个月的奖金都发下去了吗？任总，我办事儿您还不放心吗？都发下去了。我就是对你太信任，才让你坐上今天这个位置。可是你呢？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？任总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贾经理，你的演技挺好呀。来，装，继续装。我问你，保洁部的奖金呢？任总，这保洁部每天也就打扫打扫卫生，我觉得对咱们公司也没做出什么贡献，所以我就……你好大的胆子！所以你就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。我可不敢呀，任总，我只是还没有给他们发呢。到现在你还不承认，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你坐上今天这个位置，也能换了你。贾经理，我很好奇一件事，如果你没有今天这个位置，你还能耀武扬威吗？任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给保洁部机会了吗？你给小慧机会了吗？他们一个月辛辛苦苦才挣多少钱？就因为你的一句话，你张口就扣人家1000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走了吧。任总，你就因为一个臭保洁开除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明天就去你竞争对手那里上班。没问题，你现在就可以去。任总，好啊。站住！我最后再警告你一句话，如果你敢泄露公司机密，我亲手把你送进去。你出去！出去！你是绑架的人，你绑了我的魂，困在其中却找不到指纹。强哥，这次你可害死我了。妹子怎么了？这是你给我介绍那个工程，我刚做了3栋，甲方那个资金链就断了，我现在呀一分钱都拿不到了。你可把我害苦了，工人的工资我都发了10万了。强哥，我告诉你，我的这个损失你最少承担一半。什么？你的损失让我承担一半？妹子，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。我好心介绍活让你干，一没拿你提成，二不成你回扣，你怎么现在要不到钱了找我要？你吃没吃回扣谁知道，话也不能这样说吧。这个工程是不是你介绍的？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不把甲方的情况跟我说清楚？没有实力做什么工程？小慧，
当初你来找我，你求我的时候，你不是这个态度吧？你那意思是我好心给你饭吃，先得问清楚大米是哪产的呗。当初我好心帮你，怎么现在我成恶人了？别给我整那心灵鸡汤，这工程是不是你介绍的？要不是你，我能欠一屁股债吗？你没问题吗？我不找你找谁？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喂，什么事讲？秦总，甲方的资金链接上了，我们的工程款一分不少的全打到公司账户上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强哥，刚才呀是小梅冲动了，您呀不要生气。一件事儿，见人品。你走吧，以后也别叫我哥了，我受不起。给你介绍工程，重塑我范建，以后你工程上的事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强哥，我不是人，我忘恩负义，您别生气了，我还指望您以后工程多给我介绍几个呢。你这样的人品，以后我也不敢跟你接触了。喂，谷子，听说你工地的资金链断了，怎么不跟哥说一声呢？哥帮帮你呀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给你介绍那个小慧妹子，不是在你那做外墙保安吗？做了三栋，剩下七栋别给他做了，我再给你找人重新做。哎，行，好嘞。别呀，强哥，是小梅不懂事儿，我给您呀赔礼道歉。晚上我做东，我请你吃饭。被自家的狗咬了，刚打了狂犬疫苗，不能喝酒。出去！出去！尴尬的局面，我怎么扭转才不会难堪？当泪泪吹干。我赌上一切换一次，给点钱吧，你好，给点钱吧，给点钱吧。哎，给什么给呀？起开！今天没少要啊啊！不要了，大叔，求求您，求求您还给我吧，这个钱是我给我姐姐看病的钱。你的钱，我看到就是我的钱，你看见了就是你的，旁边那个垃圾桶的垃圾也是你的。你谁啊？想多管闲事儿是吗？这事儿我还管定了。李秘书，你可拨打报警电话。好的，任总。喂，幺幺零吗？大哥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，我也是刚好路过。这位姑娘是？大哥，这位是我的姐姐，小的时候因为发高烧把脑子给烧坏了，因为没有钱治疗，所以就成这样了。那你怎么带你姐姐出来乞讨呀？我也没有办法，我父母亲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为了照顾我和我姐，年纪轻轻的就把身体熬坏了。去年我父母亲为了送我去城里打工，下山的时候三轮车刹车坏了，不小心翻下了悬崖，我的父母亲他们我侥幸从车上跳了下来，所以就变成了这样。那你们晚上在哪里住啊？等到晚上哪儿没人我们就睡在哪儿。啊，对了，小姑娘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我一块坐公交吗？
你都已经这么困难了，为什么还愿意帮助我呀？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出门在外能帮一把是一把，您刚才不也帮助我了吗？我相信你。小姑娘，你很坚强，在这个世界上像你这样身材自洁的人有很多，他们依然在奔跑，我相信你也可以的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公司上班。可是大哥，我这不行吧？你连尝试都没有尝试，怎么就服了自己呢？大哥，谢谢您，虽然我变成了这样，但是我会微笑前行的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来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还有这是宿舍的钥匙。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之下，你跟你的姐姐一定过得越来越好的。我公司有事，你先走了。愿我多么多么希望去吻的谁，永不会老去，只跟我。